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这个苦练的生态。那其实这个生态跟我们的祖先以及跟我们过去的这些历史文化都有一些相关。那这就是我们的环境生态，其实跟我们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分离的。好，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好，我们继续往前走。